心，有一点灵魂。咱归落来顺家的心，是咱显明这条灵气落伫清净咱的顺定，无形的本源心。再来讲安定咱的灵气呀，是咱对着现实的心。阿婆啊，来讲这呢啊顺的理呀，是咱恢复灵源天性，顺着安静的天性，咱来讲转着清净，有咱一点灵源的灵气，多着出家的心，灵魂伊的天界。只有咱显明自在，传咱有遮尼啊清的心，灵伊的显露，咱爱顺母的心意，转咱清净现世啊，是灵伊的天愿，嘛是咱显露清净的心意，咱对着无形的天性。再来讲定法先天性，有咱一点灵气，咱来讲着顺家现世性，无形的天界，只有来讲显明自在，是咱有一点灵源的天。咱再来讲顺家现主时的心，这是咱传法的清净，回咱老母这条灵，上中的灵气，转咱顺家现世。我爱调整顺母的心，是咱以清净这点灵魂，倒转来顺家咱的心。我有这点清净的天理。来讲兑现无形的圣意啊，是咱度化这点灵性，是咱来讲出家这尊神明，这点灵光的灵气，只有转到清净咱的心性啊，这是咱道家的天性，嘛是咱来做主显灵。你有这呢啊清这点气。咱再来讲顺家稳定的灵，这是咱主要道灵性。要来讲恢复清净咱这条心，是咱以灵源天性，是咱搁出家显神，这是咱落定的天理。啊嘛是咱来讲出家的现世心，我有老母这条灵气。转伫咱遮尼清的心，你以原来本性，我转予伊稳定现世心，是咱以清净这条灵魂，真理有法的天意，咱来看现是道家的心，无形伊的显开，咱只有来讲清净的心。这是咱道家的灵气，啊嘛是咱来兑现顺母啊的心。有咱一点正法界，咱再来讲通天顺心来，恢复清净这条灵魂。母啊，爱咱有稳，我再来回转先天的本性。你有这呢啊顺的灵源。咱再来讲清净顺妙灵源这点气，咱爱看见顺咱的心，向到这么稳的天性，无形伊的本源灵，爱咱转互伊这么清净，这是咱对着无形界的心，上中的灵气，显露清净的顺利。
有咱这点清楚的天界，咱再来兑现无形的自在。这是咱传法的天灵，恢复清净咱的心意，拢是看现落架这条心，是咱恢复正天的灵气，落伫顺家这么正的心神，灵魂伊的灵家。现伫咱遮尼啊清楚的心意，咱爱行向顺家的心，这是咱无形的天性。转伫咱遮尼平静的心灵，有咱这条青天的理，直通金宝娘娘的心，这是咱传法的天性。爱咱来讲顺家稳定。真法本意则是灵气，落伫顺家则是上天。这点显明咱的灵性，爱咱看出先天的清净。你有一点灵源天意，我再来讲兑现无形的清净，这是咱见无的灵源。度着清甲顺利的心，咱有这条正法正天灵，落伫咱这么顺的心清，真法的灵气，见咱落架顺天，无形伊的灵性，悟出着这么稳的天灵，咱爱是正法的心意，拢是来悟出清净的顺天。灵源的天性，爱咱行做伙的清净。我有一点灵源天灵，再来讲顺家安静。你以青天这点气，我来讲着顺家金母啊的心。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再来讲顺家金母娘娘的心理。上苍的天界，现咱清净自在，是咱恢复天元这点性，这点灵魂的天意，咱只有来度灵归，是咱今嘛这点灵元，要显露清净的心，这是咱传法的灵家。嘛是咱对着无形伊个精神，灵源一条正天理，看见无形的心意，拢是定咱这条灵家，显露是正法性，传咱有无遮尼正，这是咱主要的灵气，嘛是咱悟出一世人。这点原来的灵性，拢是转咱清净。我有无啊？这条灵气，再来讲真稳定咱的心，这是咱灵源本性。啊嘛是你出家显灵，有咱一点清净的天，咱以原来的灵气。啊嘛是你向倒来顺家的心，有咱这点灵源天意，咱再来讲显明落家的心，这是咱传法的天命，来讲稳定的心，你有这尼啊顺的灵气，是咱清净这条灵魂，因咱有稳的心意，拢是开发。落天，这是咱清净顺落性，爱咱走向稳定的心。无形伊只有对咱的灵魂，这是咱直通先天的真意。无娘爱咱兑现落咱的心性，你有遮尼啊清的天界，咱再来兑现无形自在。灵源的灵气，转咱顺家这条性，爱咱有无显的情，
对咱真稳，这条灵魂灵源本已静落心，拍通安定这点气，咱有这条清净的顺性。再来讲显露有稳的天性，你有这么清的天界，咱再来讲显明自在，是咱行回正法正理啊，咱再来传顺界心意，是灵伊的天元，是咱转转来无形的精神。我有这条正法正天，再来讲行这么顺势，有咱无形这点灵性。你再来讲顺加显的清，真法天意拢是清净，爱咱看现则是顺咱的心。有咱这条清澈的天灵，我爱有真稳定这条心意，来回转清净咱家己，修咱有顺这条灵性，见咱先天的本性。这是神伊的出定，啊嘛是咱在世的灵气，度着咱遮尔啊顺的心神，灵源的天意，见咱清净落心，是咱有这条灵源的天理。我爱走向先天的顺定，是咱无形正法性。是咱转转来现世灵，咱有一点清天的气，再来讲行顺界心，真理的灵气，显露有稳的心情，咱有这条灵源灵性，有咱这么顺的灵源，这是上苍的天理。嘛是咱见母顺界心意，咱有这条清天的灵源，转回稳定的心，是咱无形正法性，转咱归现世性，拢是顺着无形的天性，有咱这么清的天灵，我爱行转来顺界心定。你有这条青天的真意，咱再来讲罗伽顺母啊的心，是咱恢复灵源性，啊嘛是你转到青天性，咱有这么啊顺的天性，再来讲倒转来顺母的天命，灵源是上天来，见咱母娘是正神在。你有这么啊清澈的灵气，咱再来讲悟出现代的心，这是咱随着清净的本性，带有咱这么稳的天性，拢是归咱的天理，爱咱行向顺母的心意，这是咱传法现世的心，是灵魂伊的天界，是咱清净自在。合咱一条正法正天的心，一点灵光，一条灵气，只有拍通咱清净的心，灵源伊的本性，只有咱来显露清净。有咱一条元天的心，咱有清净的天理，老母啊有行出家的心。这是咱以元天的灵魂转伫咱这么静的心意，青天有落现世形，转咱为主心落静，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性，这是咱传法清净的天，咱照老母做伙的神，灵魂伊的灵气。咱爱清净顺心，有咱这条正法的灵性，咱再来讲悟出现在清净，拢是现主持的心。
我再来讲转转来咱的意，晴天如家，顺如时，转咱恢复正天灵，无形显露是心清，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出应咱在世的心性，拢是对无形伊的本性。咱才会当顺甲遮尔啊清的心，是咱应落来现世的天意，转入来咱这条元天的心，灵源清楚的天界，落定无形自在啊，度着正法这条灵气，现伫咱的心顺无啊。拢是清净这条原形，出自咱在世心咧善用。因为我只有照母娘安尼传，我才会当对着先天咱的清净，拢是看见咱这条灵魂，伊转着无形这条心意，度着这条清甲源头，我爱现主持的心。过顶诶，咱元天诶心，安尼咱才会当顺甲遮尔稳诶心，是咱恢复正法正理，参咱遮尔啊顺诶心，灵源本于现世界，转咱清净诶灵气，拢是顺着青天。我爱有即条元天诶心，咱再来讲顺甲。金宝娘娘伊个本性，灵源伊个天意，都能见咱心情。有咱一条元天神，啊，有咱母娘清咱灵啊。这是咱顺家个灵气，嘛是咱金宝转个精。你有这点清天个真源。拢是现在的天理，咱只有行回正法的心意，度着清净这条灵气，现咱金宝顺家的心，灵源一一点滴，行向母娘这条心，这才是咱落定的天性，有咱这点灵光净。这是咱出行的天意，老母啊来讲显明咱的心性，有咱一条正法界，现咱清净顺自在，上苍的天性，予咱来行做伙清净，咱有一点正法的天，再来讲顺甲稳定咱的心，这是咱。清净的天灵，啊，嘛是咱来讲顺家遮尔啊安静，真理的天灵，转咱稳定的心境，有咱这条清楚的天界，咱再来行倒转来元神，这是咱为主的天源，来讲遮尔啊静的心。灵源有无的灵气，转咱行转来才是顺天。灵魂若正天性，爱咱恢复先天灵，这点灵魂伊的天界，只有发射咱即马的心，是咱主要这个灵气，是咱顺甲母娘这条心，这拢是灵魂伊的天意。派咱在世落心，咱只有应母娘伊个法，是咱行回清楚一点气，咱才有遮尔啊顺个心性，拢是无形一条灵性，咱才来向一条清净个心，灵源伊一点滴，转咱入静一条心。这是咱取着元天的心，拢是恢复这点灵性，拢是来到清楚这条本性，
无形伊只有看到，咱爱是顺着灵源的灵气，转过着在世间咱的心情。天元本意落天界，现咱清净顺自在。灵源本意拢是命，即带有元天的质素，嘛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你爱这么顺的天。是咱恢复清净的灵性，啊嘛是咱的定法，这条本性灵魂的天界，是咱看见心在。你有一点正法正理，咱再来讲道化先天的心，是灵伊的天元，是咱来讲到正理的心。我爱是这条。灵发性，转咱这么稳的天意，拢是无形回咱的性。一点灵光，一点灵气，只有主宰咱的心理。我爱向着无形中，今日我对着无形的内底，我才会当清楚我这世人，因为我爱是当下，啊嘛是当下。这个时阵，安尼我才会当卷入来，敢若亲像甲切入来，球甲投入来，安尼咱才会当讲清楚。有这种实用，有这种实验实验，安尼我才会当用着真心体会，来到着咱的原形，无啊这条清净，这是咱传法的灵气。直通先天，咱母娘伊个心病，只有用着清净这点教，我用着清楚这条神，灵源伊个灵气，只有向着这么顺的心，母啊爱我用上公平，就是正中和，是我今嘛还袂活来，敢若亲像母娘甲我做伙。我对母娘啊，要讲的话，安尼来形容，这是咱一个原始的灵性，敢若亲像回转来，咱即马即个清净的心神，灵源本意拢是天，爱咱转回无形的心，我爱是直通这条灵魂，真理回母的灵气。转咱顺家这条心神，灵魂若无性，爱咱定法先天性，是咱有稳这点气，是咱搁转转来这条心，灵源本意的天性，转咱归元现世灵，有咱一点清净的天，咱再来讲做伙老母爱的心。是灵魂现世形，是我为主这点气，我爱随着清净咱的性，这是咱无形的天意，嘛是咱来讲做伙顺天。你有这么清楚的天性，咱再来回到顺家的本性，灵源伊的灵气，爱咱兑现。清净的心，是咱有无这点灵，是咱转转来这呢啊净，这是咱青天的真相。老母啊来讲，现落稳定，你有一点正法的天，我有无形的灵性，是咱悟出这世的本性，带有咱这呢啊稳的灵魂，是咱。清楚这点理，是咱看见这么稳的心，咱有儒家的天性，转咱无形稳定，这是咱清楚的天灵，无形伊的本源性，再来回转先天的心，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气，再来讲顺家安定的心。真理回转先天性，爱咱转有现世性，
我爱是直通这条心，这是咱灵源的灵气，嘛是咱来兑现纯洁的心性。无形伊的天元，咱再来讲定母这条心，这是咱主要的灵气，嘛是咱来讲纯洁的心，真理则是天元，路定则是灵气，爱咱转则是上天，这是咱灵元本性，嘛是你看现清净。有咱随着通天这点灵源，这是咱清楚的天理，啊嘛是咱讲顺驾这间气，灵源现世定咱性，转咱归则是本性。你有这点灵源的天灵，咱再来行回母的心，是你行回正法正理，是咱转着清净。符合的性，真觉本意是天灵驾，现咱转定无形心，这是咱灵源一这点气，行到咱这么顺头，咱的心灵魂本意是天灵驾，若咱清楚天元神，灵魂脑正清净，予咱这点气通灵。这是咱在世的心，行向咱的灵源天，无形界就证出咱的灵源本性。这是咱看现，咱这条神伊会出来搁几摆，安尼咱才会当讲儒家这种正理，现咱本源则是灵气，行到清净则是咱的心。真法天意五天灵，回咱出家心得正，爱咱这条正法的灵，这是咱回入来本源本性，因为咱爱是灵魂的本性质，啊，这才是咱上好的品质。咱今日要调整，就是要配合咱上高等的品质，这才是咱灵性。现伫在世间，咱的心的体会有够，是咱要行到这么清楚、这么精明、精华，这就是咱悟出先天的真理，要行出在世间清修的灵源，是咱得通这点灵性，是咱搁发现先天的本性，这点清楚的灵感。咱只有来讲顺母的心，照这么稳的天灵，拢是一点的灵气，带咱清楚的心灵，有咱一条正法界，咱再来讲通天顺心来，恢复这条青天的心，咱照阿母啊来讲顺家的心，灵源本意是天性。爱咱转到无形境，你有这尼啊顺一点灵魂，这是咱悟出青天的心，照这尼啊稳阿母啊的心，现咱清净顺落来，转咱开家心自在，回到这条正天的理，咱只有来讲顺家母娘啊的心。是咱用着清净这点灵源，母啊来讲真稳定咱的心意，转伫咱这么稳的天灵，上苍伊的天性，爱咱见母显灵，顺咱有稳这点家，现咱有顺头这么啊清，这是咱见着原天原性。咱再来讲，行向清家己的心灵，无形伊的本源心。咱再来讲，取着灵气，这点就顺咱的天性，落伫这么稳的天命，灵源的灵气，向甲这么顺咱的心境，这是咱无形的天，
我爱是一点灵魂的灵气，转伫咱遮尔稳的心，拢是清净一点愿。我照老母现世清，转伫咱遮尔稳的心，咱再来行恢复灵气，一点灵光才是咱的天性。显露清净，这是咱的本性。我爱是正法的灵魂。阿婆啊，来讲一顺，是咱以青天这点教，咱再来讲悟出现代咱的心，走向这条灵气，现咱真稳定的心理。我有这点清净的天性，再来讲顺教落行。这是咱无形的灵性，啊嘛是咱兑现个人的心清、真理的灵源。倒转来清净咱的心意，咱才有这点灵净。这是咱传法先天的本性，来讲到这点灵魂伊的天源，真理有无的灵气。转咱真稳这条线，这是咱悟出在世，咱行回清净这条本性，是咱今嘛咧认路，咱后末啊才行会顺头，因为这是咱的发生，对着咱个人的养育，现伫咱这么顺头的心理，只有看到咱今卖定性，拢是。恢复咱的元神，出现在世，咱这个心的良药，是咱用着这条清澈的天界，打开咱的脑神自在。上苍伊要予咱的灵感，直引你即马这个气场，发射着你这条心，这是咱通着清净的教，是咱对着无形这点灵性。金母娘娘伊的法力来使用，照着先天这个法门，我才会当打开我这个心，这座门，这是咱灵气的天元，转伫咱这么清楚的心，现咱顺家安定性，转咱开家现世行，顺着母，我爱是这条清楚的天。咱再来讲顺家有母娘啊的心，上苍伊的灵气，转咱这么稳的心，我有这条青天的灵源。再来讲顺母心定，是咱恢复通天的真意，咱才带有顺家母娘啊伊的心理，现伫咱这么啊清的天界。咱只有看到无形自在，这是咱传法的天性，啊嘛是咱一世人咧讲的元神，是咱主宰这点气，是咱来向无形的心，上苍伊的灵驾，现咱顺头的心，咱有这条灵源灵性，转过着稳定咱的本性。拢是直通这个天理，拢是嫁入来这个心意。我爱是个人的天性，听到母娘这条元灵，这是咱为主的灵气，是咱行这点灵性，恢复这么稳定的本性，灵魂伊的天界，只有用咱的心为主。这是咱传法这个灵性心内底啊，这条元神，这是清净的天地，慢慢开着咱的心，这么啊顺序，用咱学母娘这点灵源，恢复这么啊清的心，是咱有顺这世人，走向这条灵气，显露清净。咱的顺序，灵源要正法界，爱咱来讲着应母心自在，
开咱现主持的天性，咱才会当兑现老母啊这条本领。有咱遮尼啊清楚的灵气，上苍有咱定路神，显露则是母娘气，转伫咱遮尼顺，这则是咱的天。灵魂若照天意，爱咱来悟出这条心。今仔我只有兑现，要来认定母啊这条灵性，伊引我的心，这条本心。我用着这个心，甲母娘咧传，母娘用着伊的心意，传着我今仔会当落架这条完成，这就是咱恢复完全性。母啊，伊要慢慢予我会清醒，这才是我真理的灵性。在世间，我着要叫醒这条灵归母倒转来，这才是咱单纯的灵性。修行只有这么单纯这条路而已，这是咱儒家的天性，本来是无话，无法度去讲什么声音、什么意思，是伫心内底这个交集。你会当悟出着母娘这个圣意，铺出着咱在世间，大家要共认呢，大家要共同来走向咱老母，就是咱的本心。这才是咱天理的教化，要引着你的脑神，顺着你规身躯的神经线，扭会转来。这才是咱讲的天元灵性，咱的心经的本质，拢是原来这个灵气。咱要恢复先天这个心经的性质，当然你的感应度有较佳。这是咱为主的灵性。照着咱的神，这本经，咱这条只有讲心的经过，你的体会有足，是咱个人咧行的，咱每一个人的心路，这个开口，这是我在世会当领会，因为我要领老母啊，这个圣意，一定爱逐工回合，啊，这才是咱讲的灵元灵气。要行这条清净的顺性，只有个人为准。修行唔免照判，哦，所以讲，咱老师啊，咧烦恼讲啊，什么人有来无来有无？我讲啊，只有缘啊，你是我好上重要啦。啊，如果若有缘的有无？啊，咱尽量共同来学习啦。啊，这才是咱第一要紧啦。过去啊，咱尊者有无？要写经的时阵，家有尊者伊讲啊，这啊咱尊者有无？伊真正平常时有无？拢替别人咧烦恼，伊这个灵啊，啊未清净，因为烦恼别人嘛。迄个也无来，这个也无来，无袅袅看安尼就对啦，心静袂落来。啊，这就是咱的自信啦。你虽然修搁较好，但是你若分心嘛。这个力就不足了，是咱爱养家己这种灵性，先修好，咱才会当讲出家。这本经啊是真难取，但是有心啊，你总有一天啊会当印证。这才是咱通天的灵性啦、啊，经是不可得的，经是有甲无，这个中间呢？是自然来到位的，这才是咱道化的灵性。要来讲出家这条本性，是咱这条青天的真意，爱抓定咱在世间的心，度着青天本性，爱咱行顺咱的天命，这才是咱道家的灵气，拢是恢复清净这条心。咱再来讲顺家，这么稳的神，因为咱咧学灵修，学这条灵魂，伊的本体，就是甲天地同款的无情。咱一心一意要行到位，你唔免多情。所以讲，这个天地二四点钟就二四点钟。今日咱修，就要修这粒心，永远对母娘对调调。别人伊若有缘，你就爬起来。
无缘你安怎甲讲嘛无效果。知就是知，唔知就是唔知。这就是咱儒家的灵气，咱爱只有清家己的心神。天元是正天理，看现是无形气啊。这是咱顺着道灵的发性，啊嘛是咱一世人咧讲的出家清净，真元落定是天意，无形转落是天理，爱咱行向则是本性。我爱是顺家这条心，咱才有母娘啊这么正，掀开咱的灵气，行出着先天咱的神。我有这点清楚的天元，无形伊的灵气，只有转着这么啊清净的心，得到青天的真元，见到老母心静，咱带有先天这条神。这是咱为主的灵性，啊嘛是咱来讲到清净的本性，灵源伊的天意。咱只有来见母顺定，有咱一条正法正理，传咱道家顺天；有咱一条正天的灵气，咱再来讲行回上乘的心。这是咱道家的清净。金母娘娘伊的本性，有咱这点灵源的天，咱再来讲做火这么正的心，是元天本道性，是你转着清净咱的天灵。母啊，爱咱有稳这条神，这是咱传法的灵气，啊，毋是咱来讲出家的心灵，转咱归到现世界。走向青天顺无意，灵源转开度咱灵，见咱转嫁现世情，随着通天这点真意，走向母娘落嫁这条心，这是咱传法的灵性，静在咱的心中，无形界只有对咱的心发出来，这才是咱原来这点灵气。要度咱家己，修定咱的灵性，归着母源这条本性，现咱清净如法界，是咱度灵见心开，灵源灵性是天意，悟出这点灵清气呀。这是咱顺甲稳定咱的灵性，明白呀，咱这条清灵，这是咱个人的理解性。咱再来讲顺家这条整体，咱爱是这条清楚的天界，是咱今啊个整理回归完，无形只有用心来体会，世间只有用着经验来做，这是通咱在世一点灵气，无形中咱的接触，这是咱传法这个店铺。嘛是咱这个心的记号，我爱是顺甲这么清楚，只有老母这条元神尔。老母当然是咱咧讲的盘古祖啦，这则是咱定法这点灵气上界观，咱这条真性啊，现咱一条正天理，悟出先天有无异，咱爱拢是对开。因咱只有气呀，啊，咱才会当通甲咱的神伊会明白啊，产生着咱即马即个电，是咱顺着灵源灵性，要拍通咱这么顺家的本性，灵魂伊的灵气，转咱顺家这条神，这是咱道家的天命，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性。咱再来悟倒来先天的本性，这是咱顺家的灵性，啊嘛是咱来行现主持的心。我有这条青天的真意，老母啊来讲兑现咱的顺天，这是元天道性，啊嘛是咱来讲着正法的心，灵魂是天灵来。
转咱定法先天性，咱造母娘的本性，现咱顺家，才是天性。啊，是咱这条清甲源头的心啦，要讲就讲作用啦、造化啦，这是咱灵魂伊的本性自然造成的。这才是咱道界天理，母牛伊的变化，互咱万万千啦，这种资料，这是咱做人，咱都要经验有够啊。安尼，咱才会当随着这个电波的反应度，来讲到这条灵魂的灵性，走过着咱这条清净的本性，咱叫做正常、经常、常常，是咱这点灵气的定在。我再来讲通天这个本性，这是咱随着灵源灵气，这个电波是发射咱即马这个气的中，安尼我才慢会落来，先天这点灵性发射着我即马人的心意，上冲伊的天灵，拍通咱归元这点甲，现咱清透这个灵气，爱咱行。这样的顺序是咱无形这点灵源，是咱看见这样的稳的心，这是咱正天的灵气，抓定这样的清楚的心。我爱是随咱这条灵魂转回咱的心安静。你有这样啊顺的天性，我再来讲悟出这条清天。无形伊的灵性，只有对甲遮尔稳的天性，你有一点灵源灵格，献咱一条正天理，伴咱温和金宝神。咱爱是清净的天性，爱咱落定现主时的心，这是咱传法灵源的灵气，啊嘛是咱对着清净咱金宝伊的心。拢是先来定落性，拢是拍开先天的本性，灵源伊只有天意，爱咱行向只有真理了呢。这是咱传法个人的本性，抓定一世人你会出跳。今仔咱只有用神来谈，用神来讲，啊，这则是咱讲的天元落性。爱咱转到这么稳，这尊神啊，度咱的心，是咱在世间用心要来看，这是真心哦。这则是咱讲的天元本性，是咱用着灵这点架，献伫咱老母这尊神的中心，拢是归来正法的灵气，拢是归元。金宝娘娘的心，现咱本源是灵气，爱咱行则是路性。有咱一点上冲的天灵，咱再来讲悟出凡世间的心，真理的灵气，是咱直通先天性。我有母啊，这点灵魂，再来讲顺家，咱的心境，是你以。青天的真相，我再来讲悟出现代本领，上苍的灵气，直通咱这么顺的心性。无形只有讲天界，爱咱看见只有自在，这是咱道家的本性，啊嘛是咱来讲到这么啊清的心，灵源的灵气。转咱归转来这条心，这是咱显露有稳的心，咱再来行向这条本领，这是咱清净的天理，爱咱行正法的心，拢是恢复这点灵气，拢是搁再顺转来咱的心灵，愿天有母有灵性，现咱转转来有清。这是咱一条正法神，嘛是咱悟出现主时的灵魂。这是上苍咱的灵气，
看见稳定这条心，这是咱传法天灵，啊嘛是咱来悟出这条心意，是咱原始这点灵性，是咱出家这个清净灵魂伊的天性，转咱符合天定，灵元灵气顺天理，走向正法无量神。这种是清净咱的天界，要复原，复原就是复果。所以讲，今仔咱要讲的是上创一点灵气，要来讲到这呢啊清净，咱的定法，是咱用真心定条条。这个法门，伊就无法度变，无法度换，因为这是咱的一心一意合一，这是咱道灵这个天性。一世人，咱要倒转来元神啊，是咱这条正法正理，徛出着这点灵魂的心，上创伊的天性，爱咱转回本性，灵魂又这呢啊顺噶，现伫咱这呢清楚的脑心，拢是兑现咱个人的心样性。咱才有这呢啊清楚的灵气，直达咱这条元天的本性，显露咱个人的心稳定，是咱随着天元的电波。咱再来讲一点气通，我爱是这呢啊清楚的神，神伊的力，只有讲自然咱即马这个心意尔尔，伊袂去照着咱即马咧讲的。咱的根源讲叫做六根啦，有无？咱的六道啦，六，咱讲叫做六道啦，啊，咱只要讲叫做三心啦，有无？伊是甲咱拍开啊，无爱互咱一直念这啊，这无作用啦，因为迄个是佛祖的法啦，今仔要照佛祖的法，互咱即马来善用啊，善用的主宰，啊，咱就是佛啦。是咱个人爱顺着咱即马即个脑神，啊！你莫定定背遐个喎，咱即个文字所有的来意，但是咱无遐个来意，咱毋捌啊。大家无共同的观念啊，无共同的方向啊，伊只是甲咱引导即个文字的方针而已啊。所以讲，咱爱是找家己的线路。一世人，咱会当照老母甲咱牵绳的，啊，这则是咱直通，咱要恢复原来原果，下果、中果、上果、搁再果，这则是咱的果性显现。所有行到位的，这种原来定位，咱叫做真如天性，拢是顺着这点灵源。现咱这么清楚的灵性，文字只是称呼，只是命名而已。但是咱爱，咱今仔讲我是老狗，我是阿龙，我是王兴德，知影别人咧叫我，但是这个知是咱心的知啊，吼、哦。所以讲这个名称有诶共名，哦，所以过去咱来读册班上有共名有无？就大张惠珠。小张惠珠，安尼来分别啦。迄只是要咱知影尔尔，但是知影，咱爱家己会自在啊。这种修法是安尼来认定啦，来认定啦。个人的法门无同，但是宗旨是同的，拢是你的灵本性爱复体，上创伊的灵性，爱咱徛正无形中。我爱是一条现主持的气，真理应来无形定，导咱归零现世形，转咱心则是静，是咱恢复天元这点气，咱才有母娘来讲开元的性，这是咱传法这条天元，母啊来到清净这条本性，安定你现主持这个心归元神。好啊，
哎呀哎呀哎呀吼哈咿耶嘞咿耶哈啊吼哈咿耶嘞咿耶吼吼哈哈啊啊啊哎哎哎哎呀啦吼啊咿耶嘞咿耶哦哦耶耶哦耶哦耶哦耶嘞咿耶嘿哎呀啦吼啊咿耶嘞咿耶吼哦耶耶嘿哎呀啦吼啊咿耶嘞咿耶哦耶哦耶哎呀啦吼哎呀啦吼啊咿耶嘞哦啊耶啊吼耶哎呀啦吼啊咿耶嘞呀吼嘿嘿哈啊耶耶耶哦吼啊咿耶耶哎呀啦吼吼吼哎呀耶呀哦耶嘞啊啊哦哎呀啦嘿嘿吼哎呀啦吼啊咿耶嘞耶哦哎呀吼啊咿耶嘞耶哦哎呀啊哎呀啦吼啊咿耶嘞耶哦啊啊啊哦啊嘿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啊哦啊咿耶嘞哦耶嘞啊啊咿耶嘞耶哦啊咿呀啦啊啊哦啊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啊哦啊咿耶嘞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哦哦哎呀嘿。哦耶嘞耶嘞嘿，哎呀啦哦啊，哦耶嘞耶嘞吼，哦耶哦耶哦啊，咿耶嘞耶嘞吼，啊啊耶啊吼，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嘞吼，啊咿耶嘞吼，哦耶嘞吼，啊啊啊，哎呀哦哦啊，咿耶嘞耶嘞哈，咿耶嘞耶嘞啊啊啊。哦啊哦啊咿耶嘞哈，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嘞，哦耶嘞哦耶嘞，哦耶嘞耶嘞，哎呀啦哦啊，哦耶嘞耶嘞，哦啊咿耶嘞耶嘞，哦啊咿耶，哦耶哦耶嘞，哦啊咿耶，啊啊咿，哦咿哦咿，哎呀哦啊咿耶咯，哦啊咿耶嘞。哦耶嘞耶嘞，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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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耶咯，哦耶嘞哦耶，哎呀哦，哎呀啦哦，哦耶嘞耶嘞，哦耶嘞耶嘞，哦耶嘞耶嘞，哦耶嘞哦，哦耶嘞哦，哦耶嘞，哎呀啦哈啊，哦耶。Yeah.